中国画讲究怎样用笔墨，一笔画上去有浓有淡，有干有涩，都是恰到好处的，每一笔都不允许有败笔。这个是要靠长期的打下很坚实的基础，一个是毛笔字，一个是人的修养，还有艺术的修养和文化的修养加在一起。张翠英1962年5月13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善良贫穷的家庭，没有人想到今天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。迄今为止，他的画已多次获奖，还在世界许多国家展出。因为中国画是神传给人的，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它有5000年的历史，所以要求也很严格，就是要有文学、诗词、书法、篆刻，各种各样集合在一起的艺术，缺一不可。因为它和气功很相似，中国画和气功很相似，运笔的时候像气功一样的缓慢圆，要在心情舒畅的情况下，你想怎么表达出来就可以任意发挥。所以说和人的心情很有讲究，所以说要愉快，没有烦恼才能画出好的画。所以说画中国画的人很长寿很健康。我的几个先生沈子成、钱君陶、谢子流、刘海粟都活到100岁左右，很长寿。传统的中国画绘画工具非常简单，只有宣纸、墨、毛笔和印章，但是要想能够挥洒自如地运用这些工具，则需要一生的时间。那笔墨很讲究，然后越是清淡越是紧密越是难画，所以我画的那几个观音寥寥几笔就把观音的神态都衬托出来，很多人都喜欢我画的观音。从幼年时就喜欢画了，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老师叫我们画中国画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宣纸，我就用纸放在水里浸一下，等它半干的时候开始画，画出来就像宣纸画出来的中国画的味道。我们老师看了很惊讶，就把我的这幅画送到区里去参展，然后得了奖。就这样我走上了正规画画的道路。我从小什么都不喜欢，再好玩的都不喜欢，好吃的也不喜欢，但一画画就好像人在仙境里一样，什么都不想了，很清静，有画就可以了。从白天画到晚上，常常通宵达旦的画也不觉得累，把水壶烧穿了也不知道，坐车也想画，老坐错车，要不就是号码错了，然后就是方向坐反了，走路也想画画，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，才感到不对了，又往回走，闹了很多笑话。所以他们给了我一个美称，说我是画痴。中学的时候呢，我画了画，交作业的时候，交上去，然后老师就
中学时我画了画交作业，我们中学老师不相信是我画的，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，让我说出到底是不是我画的。我感到很尴尬又无奈，就哭了，弄得老师也很尴尬。他不相信我有这么好的功底。老师很快就注意到他的天赋。十岁的时候，他被介绍给非常著名的老书法家和画家沈子成。就这样，我跟着沈老师开始作画。为了打下坚实的基础，我们老师就教我临摹古代的名作。我临了很多名作。艰难、痛苦、单调，看上去是一种很笨的学习方式，但是所有杰出的画家都是这样学习的，这也是最好的学习传统画家技法的方式。沈老师在画坛有很大的名望，他道德高尚，不为名利，所以他也要求我从做人开始，不为名利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从怎么样做好人开始。他说，画如其人，字如其人，你只有高尚的品德才能画出好的画，否则你就流于俗气，画出来的画也是俗气的，就不能用。所以你一定要脱俗，就是要有一个高尚的品德，才能画出神品来。然后他就一言一行地教我，教我怎么样做人。他老是跟我说，吃亏是便宜，吃小亏占大便宜，所以每当人家欺负我的时候，我都很坦然地微笑地对待任何人。所以人家说看到我总是在微笑，总是在笑，都很喜欢，讨人喜欢。我以前的老先生，他们画画都很严格，他们也说十张画有三张能选出来就不错了，不好的他们宁可扔掉也不卖钱。虽然他们名气很大，能卖钱，他们也不卖，就把它扔掉了。在86年的时候，上海诗与画举办以诗赠奖，全国有30多个城市去应征，我也画了以梁天琦为韩石的仕女画去应征，想不到得了第二名。当我去领奖的时候，评委都惊讶了，他们说以为是个老头子画的，想不到是个小女孩画的，他们感到很惊讶。著名国画评论家柯文辉评价说，张翠英的仕女图庄重典雅，线条流畅而不浮躁，淡淡的墨迹折射出光彩。她的这些作品不像其他女画家画的那样纤细柔弱。她还预言张翠英将来一定会成功。